小伙伴们，夏天已悄悄过去，但夏天吃的小龙虾，我们对它已经热情不减。今天拿点龙虾尾，给它吃一半手，先给它擦水。葱姜来一半手，水开煮两碗肉马上捞起来。今天除了弄了个麻辣龙虾尾，我们再烤一个龙虾尾。七锅烧油，葱姜蒜香椒来一半手，豆瓣酱来一半手，鼻子龙虾条条来一半手，龙虾尾下一半手。烧龙虾的味道瞬间出来了，大水很。望见火剩到的啤酒来半罐，锅里头先给它煮到。这个龙虾尾我们给它刷一半手油，放点青辣椒、葱葱、香菜，准备起锅，准备开吃。哇，受不了！哇，真的是色香味俱全，兄弟们，在这一半手，我再干他一半手。嗯，我肉有吸收出来，大声的。嗯，味道相当不错，关键要上我做一个集中键。小伙伴们吃的时候，这个手扯了尾巴，这个喊着，你踩，肉都出来了，巴适。